肉丸特香特弹。哇，太绝了！牛肉饼大不大？这一个饼就七八两。哇！里边葱香加着牛肉的香味，太足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酥到掉渣，泡一下。哇，太绝了！我看他们都用胡辣汤泡馍，咱泡一下。看，这个馍一泡，吸满了汤汁，然后一咬，满嘴都是，太香。又辣又麻，我真的是太喜欢了。哇，西安这些小巷子里边尝着好吃的真是太多，这里绝对可以说是碳水爱好者的天堂。走在这条路上，我看什么都想吃，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。See you tomorrow。